系象征着香港嘅人民已经觉醒啦，系咪？我哋要话俾呢啲特权阶级知道，佢哋唔可以为所欲为，系咪？我哋一定要动员人民嘅力量，将中华归还俾人民，好唔好？好。嗱，各位，我哋响应呢个全世界运动。是反金融霸权，我们必定要令到金融服务的基础是为人民服务，不是剥削人民的利益。我们不可以眼见这些金融霸权将人民的血汗钱、将我们的退休金拿来谋取个人的财务的收入，都不可以作为提款机咁嘅样任意妄为，所以我哋一定要继续争取反金融霸权，好唔好？我哋各位。